谢谢主持人，大家好。3个星期之前呢，我们做了一个微视频，是评论大陆的电视连续剧，都挺好。咱们对比了中美程序员的生活，我们提到了这个大陆啊，工作时间996很不人道。哎，这个996的意思是呢，早上9点到晚上9点，1个星期6天工作。注意了，这是正常工作时间，不算加班。 那么五毛们就在我们视频下面评论说啊，中共的劳动法规定每天的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，中国不是资本主义人吃人的社会。我觉得这个资本主义啊和人吃人啊没有必然的关系啊，大陆肯定不是资本主义，但一定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。咱们这个电视连续剧刚讲完这段话呢，大陆的程序员们就起义了。 在海外的 GitHub 网站上发布了一个项目，叫做996.ICU。那个意思是呢，996的工作时间直接把人送到 ICU 重症监护病房抢救。这个项目啊，还引发了区块链技术分享加密这个996的证据啊、企业黑名单呐、反996许可证啊等等功能和子项目。当然了。 大陆还有一种更不人道的加班，叫做封闭开发。996人家还允许你回家，封闭开发就是把一群人关在房子里面，产品开发不出来，不准你回家，那是没日没夜的工作。国内啊还流传一个加班的笑话，日本人能加班，这是出了名的。上海啊一家公司招聘了一个日本人当这个运营总监。 人家上班的第一天呢，就对自己的下属说：“我是个加班狂，希望大家跟上我的节奏。”1个月之后，这个日本人回去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你们这样加班是不人道的。”那么看了这个996.ICU 啊，我就想问一下，在我们评论这个都挺好丑化美国生活的时候，我们下面那些五毛，你们说中国挺好的。 你们去哪里了？是不是现在正在忙着扑灭996的火焰呢？公平的说啊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那些大公司的总监啊、主管一级啊，经常自愿加班，在北美也是很常见的，也很正常嘛。人家挣钱多，自然愿意多加班。那么截止啊，4月21号。 996.ICU 已经在 GitHub 上获得了22.8万次的点赞。 也登上了中国社交媒体微博的热搜榜，各大科技公司的老大们都出来说了话了。阿里巴巴的老板马云呢，他的话是最不中听的。他说啊， 996应该被员工视为福分和荣誉。咱们要说的是什么呢？是马云说的对呀，因为这就是中共统治下的扭曲现实。首先，共产党。 通过历次的政治运动，把中国人搞得都很穷，大家都穿不上裤子了。那么改革开放之后呢，中共又指导一切大家都要向前看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人为了生存，我们只能卖命了。电视剧都挺好说啊，你足够强大了才能够圆满。这个意思说啊，你有钱就能摆平一切，这就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啊。那么普通人的小幸福。 在中共的鄙视链里面，那是无用的废物啊！在中共的这种扭曲的社会环境之下，各大公司的工作都是996的，所以马云才说啊，996是福分和荣誉，因为有工作，你才能在中共的统治下活下去，哪怕我们活得没了尊严，我们没得选呀。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这个月。 一个被解雇的京东员工跳楼了，哎，注意，京东也是996黑名单里的公司，但是这个员工啊借了京东的巨额贷款买房了，离开了996的工作，他的房子就要被收回，他一时想不开就跳楼自杀了。其实呢，中共很多劝人发财的想法是错的，很多离开大陆的中国人。 并不是来自由社会发财的，大家只不过是想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普通人生活，而这正是中共在大陆消灭了的幸福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今天的微视频就到这里。